在的来听你信息有告诉我想亲亲我把听信我
就来甲你看，来甲你慈悲。咱这也是全家，大家拢真感动、真感恩。感恩着天主赐的道义、道情。你老人家规路的真是暗，遐拄好咱家的五兄弟姊妹，拢甲这个囝孙啊，拢为你老人家的这个床边，有诶叫阿母，有诶叫阿嬷。袂叫阿祖，相信你老人家一定有听着。咱这个囝，大家拢伫生活内，伫法官，明明中间，敢若感应着阿母生活内所想的心愿，就是讲，啊，咱这个囝对这道路有体会咯。阿母你完了，要转去天的咯。四月二十四日，透早你来阮家，无声无息，在咱俄罗斯大日大日的接纳，照亮世间只有妈妈好，无有妈妈的囡仔，上该孤单，尤其是在这个母亲节的这一天，脑海中一直想，一直想。以前的日子，拢伫个袂记着。你老人家一世人，受着真好个家教，真勤俭，孝父教子，又孝大家官。伫个中年的时阵，老爸有当多伫个，翁婿有当多伫个咯。安尼在养活个这五个兄弟姊妹，三长四短。你老人家对家己要求拢真。真严格，听你老人家讲，二十岁就求道路，无迄个缘，因缘未成熟，经过这生死脉的引进，来甲咱前人熟悉，听咱前人助力，哦，今仔日道真好，不过已经耽误三十年了，阿母你听我讲。就是甲咱一条经济无乱去，即摆拄到雨水的滋润，安尼即摆开始一路追求到前行，甲一阵写诗万多的贤弟官，共同行出好势，这条线，你老人家爱大家，比爱小家搁较用心，你老就是祖母般的关怀，和谐这个家。咱老师文书真心来讲，偌大啊！道场有你这位长者，我尔也无简单。你老人家按头毛乌，行啊头毛白哦。你老人家按面圆，行啊面圆。你老唔捌字，但是真清楚。你老总是考试又真聪明。你老人家讲的道理拢真简单。但是内底含义真深，定来去伫个今日生活内一句话就是：在世法师无畏师啊！你著爱加念师，无到老到老你著无挂师啊！如果讲世间无一项是咱的，无啦，干那有多宝贵，一定爱爱到爱到着，这是句我有智慧的话。我开悟的思想，后端十年啊，真哩，慈悲予你老人家带你修罗尊，伫个寺院，接近咱这道心，你老人家总是用力实践，关爱所有道场，行出来寺院，尤其是这几年，你老人家搬山过岭，带领咱前人，六摆。去尼泊尔，你老人家安尼去遐爬山落岭，甲去年十二月，十二月底去尼泊尔，竟然是甲遐个道士做最后一段的告别，慈悲。你老人家好尼泊
甲德行的感恩。阿母啊，你老人家三十年多的生命，啊，你甲阿舅拢有法讲，恁妈妈要倒去交代啥无？阿兄啊，是讲，对我讲有哦，逐工嘛去交代，三顿嘛去交代，都是咧多好，大家拢爱来祈祷，拢是甲多有关系的代志。会记得哦，你老人家就是爱照顾伊囝、媳妇、遮个孙仔，大家拢爱收到。你讲阿姨啊，你爱搞大事地，一步一卡伊，办多办办多办少不要紧。你老人家对对对阿婆讲啊，你个囡仔拢大汉啊，退休啊，也爱怎啊出来了愿啊。家己讲啊，提出勇气，搁办落去。啊，这个美人。啊！伊对这查某囝真感心，伊讲这查某囝啊，这大家吼，伊还阁陪去教堂，还阁道场吼，还阁厝的基本款这厝内真有效。啊，这细汉查某囝，伊就住较远，啊，因为一段足唔甘的过程，啊，心肝内足唔甘的。后来呢，对生命、对生死有体会，所以这细汉的会晓转念，慢慢在道场会晓度人，无讲道理。无论再生再凡，你老人家拢是可靠菩萨，成全了无数的众生，要甲这家人、甲这道缘顾好。今仔日世界各国的道亲千里迢迢。回来你老人家做最后的祝福，见最后一面，阮所有的这子儿拢会记着你的未完成的遗愿，你老人家就放心吧。一切吼，予咱这子儿，予咱这后代来承担。希望你老人家伫祖师的慈怀里，护持护持着咱的前人，身体健康，道运永永久久。扶持着十位领导智慧增长，道务方便；扶持着道亲圣凡如意；扶持着全家道心无变，办道向前，感恩再感恩，不孝子女，清气清和，清净美莲美贵，灵前靠上。Thank you.
无进步的，孙仔未来你敢来哦？
好，我们都暂停起。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请主持人代表家属致谢词。翻译天眼和尚大禅。代总领导正道告别式，承蒙前人党义无反顾，领导层孝心的融入，国内外电传事业暨来福，道亲们情谊相委服。李领导亲信电传师及弟妹们和家，深深感激各位前辈们对戴总领导他们家的追捧。